子路问政，子曰：先知劳之，请义，曰：无倦。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，子曰：先有司，赤小过，举贤才，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曰：举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。子路曰：为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贤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，子之迂也。奚其政？子曰：也哉有也，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，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樊迟请学稼，子曰：吾不如老农，请学为朴。曰：吾不如老朴。樊迟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，强负其子而治矣，焉用稼？子曰：宋师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。